是喜欢姐姐型的，年纪比我大。哎呦，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对女生撒娇的。怎么样？我爱你，我要亲一个。啊，哥，哎，棒棒。兄弟可以让我们阿基摸一下，可以。你要让他跳动，跳动。哎呦哎呦！哎，好可怕哦！是不是有点？有没有？是不是很有感觉？硬的好了，硬的好了，硬的好了。好大力哦！好了，回眸瞬间好心动。拉拉姐，拉拉姐。哦天哪，好美！就是这个瞬间。回眸也有分年纪大跟年纪轻的，在这里啊，你们要叫我哦，可丽姐，你看那黑的书，那马上买才买黑的。阿基，我想要跟你问一下哦，是，你看异性啊，做什么举动会让你心花怒放，让你整个人叫要抓狂，叫要起架起来？异性就是。又没有人性啊！没有，我说实在的，我是走那种，我不一定要他什么举动，我最主要是他的那个气质。哦，那是在说我吗？啊，不是，你不要冲动。我觉得只要气质对了，不管他什么举动，对我来讲，我都哇就会很心动。就算你刚说的，连他放的屁你也觉得。对，只要你喜欢。今天的来宾有福了，哎，安娜公，今天的三位来宾呢，我找了五位非常帅、身材非常好的鲜肉，那是我有福啦。啊，对对对对，你也有福，这是四个人有福了，四个人有福。好，希望我们今天四位女神可以抓住机会，好好的跟他们聊一下，说不定可以配对成功哦。丰田上次不是说要包养阿纪吗？对，他想被我包养啊！他已经包养我，他已经包养吃软饭。对，他想吃软饭，但我吃硬不吃软。他吃硬的，他不吃软的。谁要吃软？我们先来听听看，诸位男主角们呢，他们个别喜欢什么样的那种理想型的女生，好不好？好，请我们家丰田先吗？好，好。我其实喜欢姐姐型的。年纪比我大的，因为我个人是很喜欢对女生撒娇的，对女朋友，如果那个人是短发的话，更加分。哦，可以，哇，你根本就在跟阿纪告白。对，姐姐也有上限啊，不要比我妈大，不要比我妈妈大就好。不要比你妈大，你妈几岁？开玩笑，56了，你绝对年轻。对啊，我比她年轻啊，那还可以啦。看起来28。后面还有吗？如果有好身材的话，当然是加分。但我本人是不太 care 身材，不太 care 身材吗？完全不 care， 是真爱这么明显。可是家庭彩虹加厚，有那个灯塔吗？可是我很好奇，他说可以让我撒娇，你会怎么撒娇？我会。来来来，你坐过来，我想看撒娇。我今天位置让给你，好不好？怎么样？你今天怎么样啊？今天我变得很恶心哦。我们想看，我们想像变银耳。好好，我要棒棒。棒棒！笑笑我，笑笑我。那你会用塞奶的声音说我爱你吗？怎么样？我爱你，我要亲一个。啊！哥！哎呦！天哪！好丢脸哦！我要回去了。太丢脸，太丢脸！故意开歌，故意。我真的变这样子。他越这样，姐姐。他越这样，我越觉得我年纪好大。妈妈，妈妈，像妈妈，像妈妈哎。好吧，那我想要问一下，中间今天不是都来鲜肉吗？对，阿奈雄勇来接阿贝的，阿贝是什么？各位，鲜肉界的腊肉代表大伯来啦！欢迎。每个人都在嘲笑我的肤色偏黑，怎么可以那么黑？哼，我才笑你们都白白的过一生。OK 吧？啊，有梗啊，有梗。来。眼大鼻挺，气质干净，最重要的是没有腿毛。
要求好多、哦，真的，不是我觉得很敢呢。你自己毛应该很多的人，阿贝没有体毛，阿贝一起开起来呀、啊。就遇到之前遇到一个哦超长的呢，超长的那个我一直飞进去飞不出来那种嘞，那种、哦、对啊，不可以这样，要整理一下。那种就有点夸张了哈。对，小赵好了，好小赵，健康瘦，健康瘦，然后职场法伊人，伊人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伊人就是活泼有亲和力，或者说会主动找人家搭话的女生。哦，那健康瘦呢？什么叫做健康瘦？一般瘦不行吗？阿纯阿基基囧哎，算健康瘦还是非常的健康？哎、欸，非常的瘦，还有非常瘦，你要讲瘦，很瘦，瘦的健康，太瘦了，天然太瘦了，天然你来了，快立马先开机来了，好，可以可以，不错，瘦了来，威凯好了，好威凯，个性单纯，会跳舞。外表甜美可爱，哎呦，他就拉拉的啦，哎呦，真的耶，就拉拉的耶，拉拉的。那你会跳舞吗？因为我也喜欢会跳舞的。会，我会跳，可以。先跳一下哟，现在吗？可以，可以，真的吗？我们要跳两下，跳两下，老师。完全没有，马上来的，美术跟他打刚到底呢嘞。可以，就有共同兴趣很重要。然后像例如说喜欢健身，很喜欢爬山的，那就可以一起去做帆船。帆船，帆船，突然让我跳这个。好了，那还有尊翔，对，尊翔。那我的是比较简单，可爱、活泼、大方的。因为我本身是个自由潜水的教练哦，我是凹豆咖教练，应该身材很好吧？身材说不上好，但可以单手俯挺身。哎呦，加分题吗？好来，加分题，单手。我先做一个正常的，好，正常的是这样嘛？哦哦，那单手，哎呦。哎、欸，你们冲啥冒险？你们冲啊！再再继续继续，一个加强版的，加强版来！哇！哇！哎、欸，腰力够，腰力够，可以可以，好好玩哦！阿基今天来送我了，不是我告诉你，你们先录，我先带他去。先去聊一聊，谢谢。可是他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，在中间哪里很厉害？听说他有。六块肌，哇！真假的？我们阿基最喜欢看这种东西了。干嘛遮起来？遮起来吗？还是阿基帮你脱？好东西就要跟大家分享，你不懂吗？所以要先脱衣服吗？那不然呢？还是姐姐帮你脱？那我其实也没有啊，就是还可以。这样。你骗人！六块？你是这样五块都移民了，那剩一块。真是太好。OK 啦，胸肌有肌肉，胸肌可以让我们阿基摸一下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我告诉你哦，搓没有关系，你要让它跳动。跳动。哎呦！哎呦！哎，好可怕哦！这样子摸会……你别再装了，怎么好可怕？那你可以两边一起吗？拉到你摸它另外一边，看看有没有想摸的吗？接纳接纳，是不是有点？有没有？是不是很有感觉？硬的好了，硬的好了。那东西啊，那来跟他讲，你都讲硬的，制作人啊，给锤过去就会来的。不错不错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觉得我们制作单位很用心哎，真的都不是随便找找，都是帮你们找最好的。好喜欢，真的。那换小昭，小昭你的加分。看完先看小昭气质型。我的加分题是我的筋很软，我可以下腰。表示他很多姿势都可以的，腰力很好。腰力很好。好了，先做再说，不要在那边播了。小心哦，小心哦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
起来。你还好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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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还有。然后什么？手掌翻过来。我还可以就是翻手掌。对。啊。就是。就是手可以这样，这样翻360度，360度，然后转过来，哎呦，真的哎，哇，怎么弄到的？天哪，双手，我是觉得说不定有时候有需要，有需要360度，靠近靠近的时候可能用得到，对对对，突然有画面，比较特殊，有时候用到，对对对，比较特殊，手掌的功夫很厉害，是是是，那有没有其他人？丰田，我的是真正的加分哦。我的舌头很长，哎呦喂，绝对比你们想象中的更长，真假？可以碰到鼻子。目前你的舌头多长？很短呢。对啊，那你啊，能多长？他说他可以碰到鼻子。我的舌头，啊，很长哎，很长。摸鼻子有点技巧，调一下位置，下巴的位置。你现在可以碰到我这里吗？碰得到啊！你看吧，厉害，加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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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起来。这个有加分，有啊。有心情不好就教吐舌头啊。你没有发现，你看到他的舌头在蠕动的时候，是很灵，跟他的胸肌是一样的效果。我只有看他舌头在蠕动的时候。阿纪很兴奋，其实每一个我都很兴奋，到目前为止。好好好，哦，那这个要稍微冷静一下，我们先请一位长辈，腊肉让你冷静，长辈让我们冷静。所以你到底几岁啊？猜看，各位猜看，30，38，我24。24啊，刚满24，哇，你真的长得比较急哈。自弹自唱吗？你今天是的，没错。哦，好好，那我们欢迎，欢迎。我偷偷的爱上你，却不敢告诉你，因为我知道。我给不到你要的东西，我只能偷偷的想，想你，只能偷偷看着你，总是没勇气，总说不出我是真的爱上你。谢谢。三位女主角，听完我们朵贝唱完歌，觉得有加分吗？我觉得是加分的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她的歌声很平易近人。哎、欸，这是称赞吗？用我的标准来评判，因为我歌声也不好啊，所以我跟她一起唱的话，我就觉得生活有一些乐趣，这样子。就是你不会怕被她嫌弃，说你唱的不好。对，而且她中间不是有卡痰吗？我跟你讲，我很会排痰。对，以前我在顾小孩，就这样排排排。他卡痰的时候，我也可以帮他排排排。对啊，以医学上的角度来说，医学上的角度是怎样？我可以开一些化痰药给他。谢谢医生。还没交往就先叫你吃药了。那看完这些加分礼，你们有觉得哪一个是你们理想型的吗？我喜欢威凯会跳舞，我喜欢丰田的舌头，我喜欢那个君翔很硬的肌肉。哦，对，那我还要再等一下再评估一下哪一个。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刚才说大伯唱歌，对啊，怎么漏了我？你刚刚称赞他。对，我想一位会选，就先不抢了。哎，真的吗？感情很好。真的吗？一位选谁？啊，我会选丰田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高的男生。还有刚刚的撒娇，对，中了。撒娇我觉得蛮可爱的，如果他一边撒娇然后一边吐舌头，宝贝，太恶了吧，太恶了吧，这有点可怕，有点可怕。那我们好奇医生会喜欢谁？他的角度应该跟别人不一样，医学的角度，医生我在等你的药，小昭，小昭，为什么你看到他什么？因为越嫩 Q， 他的腰力越好。
健康，对，健康其实代表健康。军饷的身材很好，身体不健康吗？其实我觉得都不错啦，如果可以他们都可以合而为一，那我觉得真的可以，就是五个都带回家，对不对？跟我一样贪心。三位来宾呢，我觉得他们做什么举动啊，会让你们觉得合格不行，或者是不行，他的动作太猥亵了，对，舌头太长了也不行。不合格，其实我很看细节，因为我之前有遇到那种非常不喜欢小朋友跟小动物的。那个男生其实长得超级帅，就是丰田的外表，然后有凯威的那种舞蹈细胞，哎呦，威凯的舞蹈细胞，然后又有军饷的肌肉，就是完全天才型的。我们还在约会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去搭高铁，他陪我回高雄，然后因为高铁站就是会有一些小 baby 的哭声或叫声，然后你就看到一个天才就在那里不耐烦，就哦很烦哎，哦，特别来心哦，对，就特别来心啊这样子，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会讲这种话，然后后来来我家之后，因为我家养两只猫，然后他一进门口就说啊怎么办，我对猫过敏了，我也对小孩过敏了。我只能听到这句话，你之前过敏了，然后全出去，你已经回给薇娅的贵宾哎，竟然说对我们家的猫毛过敏，我超火的哎，我就直接没有让他家。让他进我家门，这种男生要小心，因为他们通常是有点自我为中心的自恋型人格，他们会比较在意自己，相对他们就比较对周遭的事物漠不关心，然后不具同理心，所以你在细节上你可以去注意，哎，他是不是常常对服务生咆哮，就对服务生没礼貌，然后或者说对小动物有一些不友善或是暴力的行为，或是他今天开车在路上遇到那个救护车，他不会让道哦。对，所以这种没有同理心的人，将来如果你不顺着他的意，或是你跟他吵架的时候，就你也很可能被他攻击。对，所以这种可能要小心一点点，对，小心。那我自己遇到的比较不合格的行为是，之前有一个追求者，他会开车在我家巷口蹲点。一直等到我回家，监视你吗？就是他会一直在那边等我，等到我回家这样子，不管我那一天在干嘛。嗯，对。然后有一次他等了六七个小时，他说他都没有离开过，他都不用工作，他在征信社上班。他那时候你们是已经在一起了，还是还没？还没在一起，还在追你。他就是蹲点这样子。我说不可能，六七个小时你总要尿尿吧？然后他就拿出一个保特瓶，尿在里面哦。所以就是我有点吓到，疯狂的追求者的天啊！对对对，所以如果这追求很极端的行为，感觉有一点恐怖情人的感觉。对，但是重点是你后来有跟他在一起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因为我年轻不懂事。我怕他做出更可怕的事情，所以我就先还是跟他在一起，还是跟他在一起，對對對，拯救其他的女性。那在一起以后，真的有一起的过程当中，真的有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？就是还是有一些比较极端的行为，比如说我可能没有接到他两通电话，他就会从台南杀上来，那我就来台北，我就看到他了，这样子。哇，这太疯狂了，有点激烈啊！对对对，感觉是没有不合他的意，会拿刀会砍的。对对对，这个压力太大了，要小心。可怕的，那以为呢？我喜欢善良的男生，但我觉得对我会打枪的，通常都是那种很小气啊，或者是中央空调我也不行，我会瞬间冷掉。对，你就觉得说，哈，他对每个女生都好，那我就不特别啦。哎，也对。对，然后我觉得他干不干净，然后身上有没有味道，这对我来说也很重要。哦，对，因为我之前有遇过一个男生，就觉得哎，他各方面条件都还不错，可是有一次就在一个比较吵杂的环境下，我们要跟他讲事情，然后一靠近我说，哦，有一个。油味，那我就对，你这瞬间就觉得冷掉这样子，对对对，都有听到哈，有，赶快闻一下。好了，那我们看看这个究竟女生呢什么样的举动让你最心动？即便是她的外表可能不是你喜欢的，但是因为她的举动就会让你晕船。好的，我们这里有一个大板。是女生这样做让我超心动。哎呦，什么动作？什么动作？我们来看第一个，抬头仰望我。哎，那这个男生要长得够高。这个我喜欢的。你很仰望你啊，所以我有恋爱脑，很容易爱上别人。女生都是看我都是抬头看，但我觉得那个角度觉得特别可爱。就是这样子看的那个女生看你的，你高啊，谁看你都是仰头吧。所以我喜欢啊。
大家中央空调，中央空调这样。那要除了仰望，要配合什么表情吗？还是啊，那种撒娇的那种眼神呐、啊。撒娇，我做不出来了。但是你躺在的眼神，真的躺在。抬头的时候那个表情有点可爱。抬头加撒娇，对，撒娇的那个脸。哇！仰望哦。这样可以吗？你前面是瞪我哎。他好像不太舒服。我觉得不然跟以威示范一下。哇，好紧张哦。可以这样子吗？你如果太，你怕你太高，你就八万。嗯，你说我怕我太高，我就对、oh. 就可以更仰望了。真的假的？好好，那我蹲低。哎呀！对，你的职业配手。冷静哦，冷静。好啦，好啦，你不要那么低啦，来再来。我要跟他差不多高，我重新。等一下，你刚蹲的有点低了啦。对对对，好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就是那边唱歌嘞。好，你把头摇完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有，那表情有重。但我只记得他的胸部哎。叫你仰望，你都没有眼睛吗？你给我俯视。我眼神一直飘，一直飘。但真的那个他的表情真的有可爱。真的哈，哎，他同样看两颗，但看别颗。对啊，对啊，对。像这种情形啊，我想要问一下医师，这算心理变态？男生合理的，其实是合理的啦。这个算是 small girl fantasy， 就是男生其实都会希望女生娇小一点点，当他仰望她的时候，他会有一种被崇拜的感觉，对，他会激起保护欲，所以其实男生都会喜欢比较娇小一点点。那如果我们真的长得高的话，就可能必须要稍微蹲低一点。我很厉害，合理的。他喜欢被崇拜的感觉，而且他就会觉得他在保护他，有我在，你放心。对对 对, 對，原来是。然后回家变成我，对他回家换角色，回家换角色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碟，回眸瞬间好心动，是我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女生通常在回眸的时候，那个表情是最自然的那个表情，对对对，是哦，在茫茫人海中。然后可能我叫拉拉姐好了，对对，可能哎我在大甲镇南宫找不到你了，大甲镇拉拉姐，拉拉姐在哪里？还在我家里，在我家里。我先呐，因为我们回眸也有分年纪大跟年纪轻的，那我先了。在这里啊，你们要叫我。哦，可丽姐，可丽姐，你在哪里？这么近啊！我知道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够自然吗？可以哈，够自然，够。那换美少女。你团那黑历史，那阿尚杯才会去配。你比他。哎，你叫拉拉姐，拉拉姐。哦，天哪，好美。就是这个瞬间，真的，我觉得这样才是女生真正漂亮的地方，最自然。对的，我们要甩一下头发，那我们要甩一下头发。接下来，约会吃饭，主动 AA。哎呦 ，AA 耶，这个有个性。是我的，虽然说现在的风气就是男生会主动结账，对，但是如果女生可能三不五十。跟你一起 AA 这样子，就觉得说哇，这女生是尊重我的，然后就觉得说这女生其实很懂得，知道怎么跟男生相处，而且不会贪财，对，就会觉得好感度加分非常多。但我觉得约会的时候 AA 其实是很扣分的，应该是说，哎，这一顿饭，例如是小昭请我的，那等一下看电影，姐姐付钱，哦，这样也这样子的礼尚往来会比较舒服一点。对对，万一有时候吃饭512，你要怎么分？对不对？还要分，还零头。对啊，这样子整个约会的气氛就会尴尬掉。我可以理解你。这么说，现在很多女生都这样子，钱包都不拿出来，然后我们男生请客了，他们完全不说谢谢，对不对？他觉得应该的，可是我反而是我对他们都觉得应该的，我会自己去付掉的，因为我会很怕那个尴尬的瞬间，所以通常第一次出去我都会先付掉。那你是好女人。
好人，很多人都这样子，就以为是男生应该付钱，所以我根本不需要道歉。可是女生先付掉，有的男生就觉得哎，不做波饼助威啊，不给面子。看到要不要下一个，就像拉拉说的，没有，所以要有一个来回，我付啦，啊，没事啦，我付，啊，对，来回要三，至少要三次，要三，还要三次，三次。所以看完电影要干嘛？去 motel 啊，干嘛？那我感觉你去 motel 谁付？谁付钱？Motel 谁付 ？A A 制好了。还 A A 制？姐妹吃饭不贵啊。Q get 几百个小几百块就可以搞定了。吃饭去什么日式料理，好几千块。我付啊。但很怪啊，女生跟你去那里，没说我可以冲啥，我搁给你开机。对啊，对啊，你这样不要痛口，真的丢脸丢脸。真的，换人。第一阶段就是丰田套餐。所以他说他要姐姐包啊。对了，那付那一天两天，他一次付都买一个月。啊，不可以啦，你哪个包养啊？连你 motel 买你六千，你会你也送吗？啊，跟我这位爱过去 motel 哦，对不对？就直接回家了。回家就不用烦恼了。你想看爱笑的女生？哎，至少会笑女生就自带一股磁场，就是会吸引你过去。她那么爱笑，跟每个人都像朋友啊，跟其他的男生也都会像。朋友也爱笑，对啊，哎，对耶，他可以勾引到你，可以应该也可以勾引到很多人，对，你都不会担心哦。哎，还是这样，你试着讲一个笑话，让在场的女生笑，你看哪一个人的笑是你喜欢的。还没讲就想笑了，好，就这样。那么有自信，笑蛮可爱的，先憋住。你说，好，就是。就是我们看到红绿灯，我们就是看到绿灯就走嘛，对，看到红灯就停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知道看到黄灯要做什么事吗？跑啊，跑，正常人是跑，对不对？冲，不对，是这样，挥手，我知道，为什么？因为黄灯挥，对吗？黄灯，红灯停，绿灯行，黄灯挥。我感觉你拿骂玻璃夹玻璃狗，智商的开机，对啊，智商的开机，可以，有得分。那你喜欢谁？三位，你觉得谁笑起来比较？我觉得三位笑的都很灿烂，都喜欢。对啊，其实他们都笑得蛮灿烂，都很捧场啊，大家都很有礼貌，就算不好笑也还是有笑。我们医师就有露出那个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给你。对，他其实心里准备要开药，要开药了吗？他今天等一下要开很多药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。散发若有似无的体香哦，很多男生蛮喜欢闻女生身体的香气，就是那种刚洗完澡的那种味道，男生最喜欢。对，这很好解决啊，喷个香水就解决了，不是？不一样，有一些香水是老处女的味道，老处女的味道。对，六块鸡的。没有啊，就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跟女生不经意接触的时候，其实有时候女生会自带一些香味哦，像运动的时候其实。有时候会臭臭，但其实有时候女生会有天然的一些味道，对，蛮吸引我的。接下来哦，这个我也很喜欢。哎呦，是吗？绑马尾超级大加分。为什么绑马尾是加分？对，这我超爱耶。像如果女生呢，可能身材再好，或者是再怎么漂亮可爱，我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感觉。哎呦，啊，可是我有时候就有点变态。有时候比如说我去买饮料啊，夏天啊，看那种阿梅啊绑一只马尾，哎，摇。很认真工作，摇饮料，然后擦一下汗，然后那只马尾甩来甩去，我的心就跟他甩，被他甩走。是啊，真的。那我问你，因为我绑马尾，可是我是个很怕热，我这样我吹刘海。哦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吹刘海，你也会觉得可爱？会。是，哇塞，这个，你们有人是马尾控吗？又是你。是我喜欢的。哎，我觉得绑马尾的女生就是做什么都很方便。哎，他绑起来的时候做什么？比如说做什么吗？工作的，像你刚刚说的摇饮料的时候啊，对啊，很多时候其实像打球，女生绑马尾，其实也很方便，而且他发圈摘下来的时候，有时候用嘴巴咬着，就可能因为要绑，对，然后有时候咬着的时候，蛮可爱的。那你会喜欢有野味的马尾吗？
野外，你刚说他说有野外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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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光绑个马尾就可以，蛮多男生都喜欢的吧？喜欢啊，是啊，你们也是啊。我是觉得突然，因为平常头发放下来的时候都看不到脖子后面，那绑马尾就突然看到那个部分，我会觉得哦，很性感。对，就像很多人喜欢看女人穿那个和服，有没有？也是会露这一截。对，那一截很特别漂亮，平常看不到。对，还有那个动作也好，就是看到腋下嘛。平常很难很少抬头，那个手举高。哦，他刚刚在绑，腋下就跑出来了。对，跑出来了，我看到了，好可怕。会这样，感觉很隐私。对，小琪他为什么喜欢马尾的男生到底是在想什么？马尾应该算是男生的心动密码，因为马尾同时兼具性感又有初恋感。性感是因为来那个，以为再示范一下，我们其实在绑马尾的时候会露出这个后颈，还有耳朵的线条，这个其实很有性吸引力的。对，所以其实是性感的象征。那再来就是绑马尾，其实学生妹都会绑马尾，所以每个男人心目中都有一个沈佳宜。对，那个马尾绑得很像要去上体育课一样。哦，中了。哇，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对，啊，像阿基这种是短头发，对，然后头上是一包像仙姑的，你喜欢？哎，对啊，我们已经直接露出来，不用绑哎。这样不行吗？刮包头也可爱，对，可爱，可愛喜欢。欸，你转的有点硬哦。没有没有，真的吗？真的。现在流产要很可能一两年，干脆剃光。这个月扣500。但是其实你说到体香，你体香也好，发香也好，我觉得真的很吸引人。可丽姐，我这边也可以跟你分享一下，因为我自己最近有一个故事，就是我那时候去做造型，我要拍照，可是因为那天的话就是设计师他们的衣服，所以我是不能喷香水的。然后我就那天在给我的发型师，因为我们配合很久，给他用，然后他就突然跟我说，哎，你今天很香。我就说很香，我没有喷香水啊。他就说你用什么洗发精？我就说就益生菌洗发精，就一般的啊，怎么？我就说你怎么会闻到我身上的味道？因为我自己都闻不到。他就说，因为他在帮我夹头发的时候，因为会有那个热气，所以味道就上来了。对，他就觉得很香，他的眼睛就差点，你知道，有闪烁，就说哇塞，天哪，怎么了？他就说，对，他就说哇，哎，其实这样想想，你是女神哎，什么？他就差点有那粉红恋爱泡泡出来，你知道？就说哇塞，然后因为他这样之后，我就说，哎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我就立刻把他们家沐浴乳什么都把它买齐了。对，你要带。哎，真的要分享一下啊，要不然那个头发真的要让它香香的很难呢。好的，今天呢，我要就要跟大家介绍就是这个益生菌的精油洗浴组。而且一开始我心里听到的时候，我想说奇怪，益生菌不都是我们平常吃肠胃的吗？为什么身体也要洗？对。然后后来之后，我朋友就跟我讲说，因为其实我们身上啊，就每天接触空气啊，还有我们的饮食，其实我们身上都会有一些菌虫，就还有好菌跟坏菌。而且台湾的气候比较潮湿，没错，所以就要用益生菌去抑制这些潮湿的菌。对对对，而且因为我自己本身比较有感，是因为我本身就有毛囊角化的问题，就是我天生我的角质层就会比较厚一点，然后我之前都会擦一些那种 A 酸或什么的，可是大家如果有去买就知道，其实它都不太便宜，而且它擦起来都会有个那个酸的那个味道，其实没有那么好闻，所以我就只能晚上擦。可是后来就是从朋友推荐了我这个益生菌之后，他就说你可以养你的好菌，让你的菌虫就是好菌变多的话，其实你的角质也会比较平稳，就比较顺，哎，对，它就比较不会容易冒出一些小粉刺的那一种。对对，所以我今天就带来这个沐浴组跟大家分享。可是我之前呢是很喜欢他们家的玫瑰香味，因为女生都有种浪漫感那种，你知道，对，我就很喜欢玫瑰。对，玫瑰还催情呢。对，没错，这样子，对对对。就我之前是用那个玫瑰跟天竺葵这样子，然后但是因为现在夏天比较闷热，所以我就很推荐大家用这个柠檬草的，因为它的味道是比较柑橘、比较清新的味道。对，我可以示范给大家看一下，拉拉你手借我一下，对。它的质地其实蛮，这是沐浴乳，对，它是沐浴乳的，对。然后你看，我们如果用一点水这样，它就轻轻搓，它不会那种很精油或是香氛味很重的那一种，因为这种最怕就是那种香氛味很重，就觉得说哎呦，我不知道擦了什么这样子，对，而且像刚刚我提到那三种味道之外，还有一个是茶树，我觉得茶树也蛮适合男生的，对，因为玫瑰男生可能觉得哎呦，是不是有点娘，对，然后茶树的话就非常适合男生，茶树好像也抑菌。对不对？对，没错没错没错，看它的那个泡泡就非常的绵密，看，哎，好舒服哦，要不是场地限制我就洗澡。除了就沐浴乳之外，它还有出精油洗发精。你们知道像我们
你就头皮会有头皮胸或油耗味，其实跟我们的那个菌也是有关系的。因为以前都会想说，哎，是不是因为我头太油，那我去买一些控油的洗发精就好。可是就像我们肌肤一样，其实你有时候油肌肤会出油，是因为你本身缺水。或什么它才会冒油这样子来保护你，所以有些人其实你那个冒油头皮冒油并不是说你真的是油性肌肤的，只是因为那个就是平衡有点失调失调，对，所以你用益生菌的洗发精的话就可以帮助你综合你的这些菌虫，就会比较稳定。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做过就是头皮检测，你们他不是帮你看说你的毛囊健康，对，然后花很多钱，对，然后你每次做那个的话，他们都会帮你抹一些精油啊或什么，它其实里面也有益生菌的成分，所以其实你在自己在家就可以花小钱，然后做到这些很高级的保养，因为每次去做这些都不便宜，都要两三千块，对对对，没错。他们洗发精呢就有三种味道，就薰衣草啊，然后迷迭香，还有就是雪松精油这三种，非常推荐给大家，超棒的哦，哇。而且全家都可以用哎，对，而且他们家除了就洗发精、沐浴之外，他们还有出什么洗衣精啊、洗碗精，就你全部都可以用，真的真的，对，就照顾你全家大小。因为有时候真的会有味道，都是因为细菌滋生，对，所以那种如果可以抑菌啊，弄好的菌其实就很好，太好了，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一点，是什么行为男生会爱上你？哎呀。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，哦，很会讲话，哎呀，没有，主要应该就是眼睛会电的，哎呀，对对对，放电会放电，对啊，这个应该要请女生先来示范一下，是是是，好不好？哇，先拉拉来了，这个经验感觉就很老道，很会放电，哎呀，真的，好，那我拉拉先好来，好，三二一。刚刚眼皮在抖，其实有点尴尬，有点尴尬，因为是对三号机啊，有点没有感情。接下来换乙位好了，我碰我就好，你不要尴尬，你就把那个摄影师当成是你很喜欢的，你喜欢的，好，害羞啊，好，让你准备一下，三秒好不好？来啊，三二一。我看到喜欢的人就忍不住笑，他们怎么都会想笑，结果会想笑，结果是摄影师的眼睛在放电，让他们受不了。哎呀，摄影师你搞坏眼睛了，摄影师。眼睛都眯眯的，很可爱。接下来压轴，我们看一下医生会怎么放电，会不会很严肃呢？会严肃吗？很像在看病人。好，医生你准备好了吗？医生可以。好，三二一。看得出来我在讲什么吗？感冒要好好吃药哦。知道。对对对，我有感觉。好。医生那个表情感觉上来是。但你爱讲药。一样，有一种。老爷啊，这一找我爱假菜啊。好。但我好奇，到底是谁喜欢眼睛？我。你自己眼睛也漂亮。我觉得最就是让人家认真的就是眼神。因为我之前有交过一个女生，对，然后还没在一起前的时候，然后她是表演者，然后有一次就是我也不认识她，然后我们男生都会这样，哎，那个好正，好正，对，那有这么多女生，然后后来我想说这样看，然后他们在台上就这样跳的时候，就整个眼睛就会这样，不用看你，但是她眼睛就这样，哦，在跳舞的时候，对对对，不管在做表演什么，对，但一下台就这样。但是一上台就在放电，可是一下台这样很正常啊，他要放松啊，他不可能一下台这样。对，所以我喜欢被打正的，所以我喜欢那个反差感，那个反差，你喜欢那种。哇，那我们今天整集聊那么多，男生有喜欢眼睛的，有喜欢马尾的，对，也喜欢香香的，对。我喜欢看腋下的。那今天到底你们看了这么多，如果有一个机会让你们对三位姐姐其中一位告白，你们今天最终会选择谁？请写下他们的名字。可以了哈，我们先从小昭好了。好，小昭。以威。对。吴相明。因为我喜欢会笑的女生，然后就是以威的笑容就是非常的亲切，而且很自然，就让人家。很想要对他跟他说话，想要搭讪他，这样就很有魅力啦。
那阿伯呢？阿伯，阿伯叫我阿姆吗？阿伯，我的是小齐医生。哦，是，你看啊，阿那你好了，加油了，免急。因为我真的需要化痰药。这个问题真的困扰我蛮久的。君祥，君祥，那我的是拉拉。因为我刚刚有说，就是我喜欢味道，对，然后我觉得拉拉姐的味道我闻起来很舒服，太好了。接下来我们看威凯，我也选拉拉。哎呦，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三只猫，对，所以我也很喜欢小动物。然后那刚好拉拉姐是也会跳舞，也会跳舞，眼睛也会笑，我蛮喜欢。那就看看我们家丰田，压轴丰田，林医师。哎，为什么？大家都觉得我会选以威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挑战性太低了。我后来也没有想选你了，因为你喜欢腋下啊。没有吗？我看到腋下很漂亮啊，身材好啊。我刚刚听到他那个去模特，我直接不选他了。那怎么换人啊？那我喜欢就是挑战性高一点的小齐。而且没有选我，为什么？他哪来的挑战性？他就是有一个距离感啊，一直维持一个距离感。专业的形象，我想要突破那个。啊，你喜欢角色扮演吧？对，啊，给我打针打针。但是男生现在选完了嘛？对，我们要让女生选一下，我们看今天能不能配对成功啊！真的，女生也可以选哦，哇！对，我觉得拉拉先等一下好了。我先等一下，因为我觉得他跟威凯配对的几率太高了，但他最后会不会选他，我不太确定。嗯，虽然我觉得几率很高很高哈。我们先从医师来好不好？那我选的是大伯。啊？哎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真的需要我，他真的有他，他真的需要他，不少话谈。我真的觉得。原来你会去选那个一直跟踪你的人，你就会觉得他需要被帮助。没错，还是陈医生缺业绩。那接下来以威，我其实刚刚也想选小昭哎。啊！我刚刚讲冷笑话，我发现大家都没在笑，你笑得很开心哎。而且他自己先笑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蛮可爱的。有得分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压轴拉拉。哇，真的。太难选了。你如果今天没有选那个人，我觉得他真的会很难过，他可能会哭着出去。我觉得两个都会很难过哎。你有两个，两个都选我。对啊，那我选丰田。啊！废话。我觉得他是日本人，不懂那个台湾。他来很久了，没有的文化，我们不用去 hotel 啊，在家里就不用付钱啦、啊，所以不用烦恼这件事。没有 AA 制的，我也会赚钱，我觉得可以互相呢。对啊，乐乐宝宝，小棒棒，棒棒，棒棒，懂的，懂的，真的讨厌，伸手伸出来。你们两个有在乎过威凯的感受吗？好了，说真的，这个我们不管哈，不管这个什么谁是谁的菜呀，我觉得只是爱不爱，好不好？你说真的很香的话，我还要引诱你来吃吗？对不对？行销再好，说实在，如果你不喜欢，你吃一次你就再见了。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，这个人他还是你的菜，这才是比较重要的。但是有时候我觉得还是多给别人一个机会，你不要认为你只喜欢吃这个菜，说不定另外一个味道你也很喜欢呐、啊，对不？麦公喜不喜欢，我就怕你吃上了你就嘎掉，你怎么被绑啊？是不是？所以哦，不管你爱什么菜。但是千万唔好哦，妖怪假说你，爱食佫假无伊，真正，安尼你后悔就袂赴咯。爱情万岁，阿姐万岁。